高胜来了，今天是我们火队的逆袭啊，绝地重生的复仇就是我们的张水江。今天的话一样，我们来决斗啊。在上次的时候呢，我们打张水队的话，胜率来说的话，大概是五五开啊，低一点五五开。那老实说，真的是很难打。目前我觉得，竞技场里面的环境来说，我火队打起来最难打的，其实真的就是张水江啦，张水队，其他的像灭队啦，或者是妇女队啦、蜀国队啦、那个什么马超突击队啦，那种打起来我觉得都还 OK， 打起来都没有到特别难打。唯独张水，我们打起来的胜率大概是低于五成的。所以想说，好，我们来测试看看有没有什么好方法。然后自己用过司马配超人嘛，然后或是超人配那个。像是那个谁啊，曹丕啊，一样也被那个董白加姜维打得乱七八糟。哦，那个董白加姜维真的是有够无耻的，所以想说好打不赢我们就加入啊，我拿我的一伙姜维来试试看我们这个强度如何。那今天的话，最主要是我们火队已经搞到 1.9 亿的战力了啦，然后取胜差一点啊，我差五碎片，这太可恶了，差五碎片，我怎么抽都抽不到。那想说好吧，等下礼拜更新的时候再去那个用名誉币买，等下次的时候我们就整个就是算是那个完全体了啦。那今天的话，我们来试试看，好了，试试看姜维。那如果姜维如果不错的话，我再把它升到二火跟三火去。那目前站位来说的话，大概是长这样子。那一般来说，神兵跟灵宠都差不多。神兵下个礼拜完之后，应该可以搞到三火了。三火的话，就可以点那个天赋了。那其他部分大概是长这样子，也还行啊，也还行。那我们来试试看这个阵容啊，来打我们的那个张水队，看看会不会强一点。今天也是张水队的特辑啊，我们只收录张水队的打架方式。好，来直接来干架吧，走。好，来了啊，第一场就来遇到这个家伙了。来，战力一万九啦，跟我一样。我们就来看一下上青龙啊，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姜维哥强不强啊。上次第一次用姜维我感觉很不错用，不过他是当初是配鲁肃，这次我们配曹仁试试看。金风，然后曹操，一二三四，靠，要四个被冰封啊！刚刚才讲异常状态的抗性很重要啊，要不然是很悲伤的一件事情。大斧头一砍还行啊，尚可接受。灼烧曹丕，然后奶一口冰封，哇操！其实冰封在前排是痛苦啊，2800、2400，差了一点。干，最主要是四个被冰封啊！干，完全不能输出。哇，冰封要死了！冰封正对的那个姜维，魅惑没中，还好。拉4300，哇塞，哇扇子13，我操，冰封快死了！他是已经死一只了。大斧头砍，我感觉还蛮有搞头的。看我们的逆袭张水江之旅，我搞半天姜维超强啊！看，所以不是张水强，是姜维强。哎，是不是啊？姜维没有伤害，没有到很高反倒是这样子打比较强。他战力是跟我一样啊，1.9亿啊，所以之前如果以之前的阵容来说打起来的话，用司马懿打真的非常的痛苦。用姜维打倒是还不错。好，再来。好，来第二场啊，一模一样的啊，一样同样的阵容，这个真的是张水江的标准阵容。曹操、曹丕一个，刘备、诸葛一个，貂蝉一个，然后姜维一个啊，就这样。除非像上次一样，有些人把那个曹操或者是刘备换成董白这样。我倒是觉得冰封对姜维来说比较效益比较差，你看他其实还是可以打，而且打起来的伤害非常的高。干嘛搞了半天？搞半天这个根本就不用那个啊，不用司马懿跟那些，妈靠姜维就好了。然后2700熊猫大炮，哦，熊猫大炮可以轰到1700哦。哇，奶一口诸葛亮啊，先把刘备干掉好了，他们要不然每次都被冰封很讨厌。冰封有刘备快死喽。冰封其实也蛮硬的，主要是张水队除了姜维之外伤害其实都不太够了。要死。来奶一口啊！冰封最倒霉，没说被打。死了刘备啊，死了就搞定了。来拉血条4600，然后大斧头砍后排。干！我发现上姜维之后我没输过哇塞！妈搞了半天啊，靠，要死了！魅惑中，干中姜维，你们都死定了。
射日攻，雨露均沾，还行啊，还行。小鹿攻，把他降维搞死，我们就赢了。我操，大炮！来射日攻啊，死了两只啊，剩曹操一只。看曹操就不可能啦，曹操还能干嘛？吼吼！哇，上姜维之后没输过啊！啊，虽然说我们的姜维只有一火了，人家是五火，但是打起来哦，我们丁凤很强啊，丁凤五火了啊，当初是没有完全体啊，打起来都是很闹赛。好，来看一下这场 2.2 亿啊，这个也是张水哦，张水江啊，只是说他把曹操换成那个曹仁，他算是拼那个盾。然后我刚打了一下，发现我要把那个谁徐盛摆前排试试看，因为他们中路吼真的很容易放姜维，所以前排放那个徐盛给他戳好了。来云峰啊，他的战力 2.2 亿哦，比我们多大概两三千万左右差不多。来射日弓啊，放水盾，他还放水盾，我戳哦，其实姜维是很不错的，而且我还是一火姜维，干又是不错的，把他抽到五火算了。2500洗澡，曹仁上盾，陆逊晕眩被冰封，说大火球烧，哇，超不痛的。最主要徐盛在中间啊，放宜城跟回春还不错。你看打到现在，大家目前的话算满血，我这边陆逊快死了，真的。哇，姜维这样随便搞一搞，也可以搞到那个。怒气值没了，哎，姜维晕眩咯。我目前陆逊的血量差一点，其他部分还行。小鹿2500，大火球烧2700，奶一口姜维快死了，诸葛剩半条，陆逊红莲夜火烧600多万，曹仁剩半条，冰凤下路输出。哇，这场难打，这场战力差了3000万。射日攻，雨露均沾，哇靠！这场打到第三回合还没有人死人，目前还没死人哦。大斧头砍后排有了，姜维死了，妈搞一搞死你！来，姜维奶一口，五个人被冰封哎，我的天哪！哦呦，痛痛痛！洗澡啊，后排已经死两只了，奶一口解冰封有，我们那个谁啊，冰封都被解掉了，然后再冰。哦、其实最讨厌的是刘备的，疯狂的被冰封。哇，随便戳戳都可以到600多万。哦哟，九尾真的是痛啊！来洗澡，这两只基本不会输了啦，因为这两只都不是输出手啊。然后我们宜城加回春，哦，很强啊，全胜的。有没有？哦，他那是靠腰，他曹丕的伤害怎么会这么高？然后丁凤有没有看到五火丁凤有多强？然后陆逊姜维的部分倒也还 OK。好，来看一下这一场啊，一样2.2亿的那个张水队啊，然后标准他换了王毅了，反正这下面这四只是一样的啊，上面两只随便你看，你要放曹丕啦、诸葛啦。王毅啦，司马啦，反正大家选择不一样，所以张水算是蛮灵活的一个阵容，反正就是放一些异常状态抗性多的。上水盾，刘备还放后排，大斧头一砍还行啊，还行。他的血量掉的比我多哦，而且还是我们丁凤很强的呀，上火还加不可驱散，然后还行，不痛。小鹿2700啊，刘备快死了。红莲，哇、哦、哟，补、哎、王毅没错，对，补王毅啊，他的姜维要快被我搞死了。干，我们打张水队胜率100%啊，哪一口4300啊，全满血。有没有这个阵容完克张水江啊？而且是战力2.2亿哦。干，我之前上一场的时候打真的超痛苦。我没想到这个阵容加姜维会这么强，哇！一火的姜维就搞成这样子，妈呀！我要姜维五火不是飞天了，哇！不错，其实我们丁凤是主力，丁凤绝对不能死，然后他们只靠姜维，所以姜维只要被控或是被打死的话，他们就没搞头。
他们好像很强欸，我们。好，再来啊，一样两2.1亿的一个一样108万，头衔没有输哦。目前占江水胜率100%。来红莲夜火烧，而且我们又有那个红莲夜火的降怒，啊不降鸟啦，所以他们补血不会比我们多。哇塞，中了三只那个，我需要放火的。哇，丁凤真的很强啊！丁凤真的很猛啊，无火之后真的是飞天了。哇，他大概要剩半条，然后他先奶啊，没关系，给他奶啊，来拉啊，已经那个大象都出来了，就知道你要死了。小鹿2600啊，换我，你也2700，射日弓飙死你，他的貂蝉要死咯。冰凤秒杀一只，戳戳戳啊，没有关系，你要冰就给你冰啊，啊没有啊，那个姜维要死了，拉一下啊，解除红雷夜火烧，他姜维剩没快没血了。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冰凤变强了，冰凤变强导致他们后排很痛苦。哇塞，谁说我们打输张水江的玩客啊？什么叫玩客？你敢不会输了吧？破天银剑，他妈超人死了。应该不会吧，大哥？吼吼！干玩客张水江啊！如果你是火队的话啊，可以考虑一下我们这个阵容啊。我们还不是完全体哦，那个徐胜都还没有无火。哇，陆逊伤害真的高。我觉得火队还是要陆逊，降疗是一个重点，上火是一个重点啊。这个重点会导致你的那个丁凤会比较强一点。来，最后一场啊，张水队108一样，每个人大家都不一样。现在环境全部都是张水江。我们这个阵容玩客张水江，打到现在6场赢6场啊！冰封，我操，冰封4只啊！对，我忘了讲了，如果被冰封，冰封被冰封就很尴尬了。但不是啊，其实最主要也是那个啦，这个阵容哈，徐胜一定要摆在前头，这个位置绝对不能给输出摆啊，因为他们的姜维很容易摆在中排。我操，姜维要死了。奶一口姜维啊，小鹿洗澡。这一场很难打，是因为丁凤跟陆逊都被冰封，所以我们来试试看，丁凤不跟陆逊都被冰封的下场，还是可以的呀。哇塞，他们后排很痛苦啊！啊，他已经死一只哦。哎，貂蝉被晕眩啊，诸葛亮死了。真的啊，我觉得是丁凤强，丁凤倒，魅惑中，啊，魅惑死定了。我跟你说。张水江唯的缺点就是输出只有姜维，没有董白，只有姜维的话，其实他们打起来很痛苦。看、欸、靠腰，我刚话才刚讲完，看，哦哟，这个姜维猛，这个姜维猛啊，输一场输一场了，啊，没有胜率100%，7场输一场啊，还行啊，7场输1场 OK 啊，我靠，我们的徐胜怎么那么猛啊？没有了。哇，这个比较强，明白啦，应该是说我们四个被那个啦，如果一开始丁凤没有被冰冻的话，其实我们会赢。哇，所以很 OK 啊，所以我们重点是在于冰凤有没有被那个来。好，来最后一场啊，我们来报仇一下，打一下张水江，刚刚输了嘛，我们是7胜1败，现在来6胜1败啦，我们打7场了，6胜1败。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胜率，可惜刚刚那一场，要不然就是胜率100%。草逼轰，魅惑中啊，还行。我跟你说，真的只要不要被冰封，什么都好。冰封没有被冰封，基本上胜率100%。大斧头砍后排还行啊，上宜城回春，射日弓，雨露均沾还行，冰封弓。哇，敌 buff 一堆，哇天哪、啊！我、哦、干，姜维直接被秒杀，魅惑中，小鹿洗澡，然后奶诸葛，射日弓还好啊，还好，也没有啦，也不太好，呵呵，死了一个姜维，一火在现在的环境真的活不太下来，啊，再烧啊，再烧，狂烧啊，狂攻，但周瑜一直被魅惑啊。冰封换他奶，哇死了，
啊，我们剩四只。哎呦，他降为死喽！我还想说，我这场输定了嘞。来看一下哦，有丁凤在，我们就不会输啊。靠腰，小鹿打刘备死了，申公死光啊，是不是？所以结论是我们只要丁凤没有被打死，看丁凤跟陆逊的伤害。所以我上次有人说用什么把陆逊下场换别只，是不是？我个人是觉得，要以火队来说啦，陆逊的火真的是完全的那个不能被略过，一般灼烧只靠周瑜跟那个是完全不够。哇，很强的呀！有没有看到我们很 OK 的？虽然说这场姜维啊直接被秒杀，不过我觉得目前那个谁啊，丁凤无火真的是很强。好 ，OK 啦，那目前今天打下来的话，七胜一败啊，复仇漳水江的那个战场还行，我觉得打起来的效果非常的 OK 啊，给大家做一个参考。好，就这样，那等下一次的话，徐胜无火再加我的那个射日弓，徐胜无火再加我的射日弓三火之后，应该我们会更强。好，那就让支持一下，我是轩老，感谢收看，下次有人再见。